当年认证由张振峰来牵头，高雄市开始推动凤梨笋教育。杨长期替爱河屯高雄港港街的蔬菜，也只个本单是一张二建年末落的野沙期。不过有一件该批判的都市山拿小学，如系公用国小，一片成立被全台唯一的国小彭顺班。一群四年呢，韩式如何讨论一三年操作彭顺面对台海？一年的毕业典礼也该批判提水面风机行的。接下来来看那是公用国小的彭顺课。一早三点一早，一群小学生行到爱河乡的肥通码头，准备要上船呢。也得没参加高昂的教学，也是去爱河留了，也是也得毕业典礼。从去年开始，我们毕业班的小朋友有两个班级，我们就申请两班帆船班的学生来帮忙，另外不是帆船班的毕业生呢来做服务。所以呢，他们对这项的服务非常的开心。那另外一个班，他不是帆船班，他能有这样的一个绕标做帆船绕标来领毕业证书，也觉得很新奇。好，来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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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来，开始，我先看这边啦。公用国小系统高雄市杨长期爱河顺头，头班是一间摩洛沙期的老旧小学，当年升国两班。全校师生加加起来，含望到330人。听听政治爱好，学校拆掉教研制度的四片图像过后，变作一间都市制度的山拿小学。其中有一班还是全国毕业国小彭顺班，上来一度家长带点新人的跨起来读。参加帆船班的孩子就是比较喜欢动，跟一般班级也有静态的孩子，对。他们比较喜欢动，所以我们大概设计活动尽量能够让他们动，不然他坐不住的话，上课就会一直的不安这样子。所以我们设计活动大部分是比较活泼，让他们能够投入这样子。小朋友们可以在这个活动中肯定自我，甚至于独立解决许多面对困难的一个情境，所以家长看在眼里。帆船班这几年的招生，相对的，他从原本的可能招不足额，到现在我们每年都必须很伤脑筋，因为要筛选掉许多的小朋友，许多小朋友因为没有考上帆船班，哎，真的都在哭泣。顶风上去，带着小朋友顺风回来，然后再一个侧风或者是侧顺回来。其实彭顺班的课程设计，相比普通班加一节彭顺课，爱小学生实际去操作彭顺。体育班六岁到度，还有七家面对太海的艰苦，是一道新人呢，研究做填表唔同的经验。家长要求的时候，平常按下个声音来会讲无？当然够细嘛吼，所以可能就够任性哈，够下摆想爱做嘛个就做嘛个哈，就讲话都有一些骄纵哈。啊，脱个帆船班以后呢，就讲话都以学习到该明显的脱离的个精神哈。啊，最重要的还是俺们嘛，讲话都个欣慰，就以学习到哎。团体合作，风大的时候就可能会很翻船，或是船有一些东西会故障，所以这个时候同学都会互相帮忙。然后虽然在海上的时候要自己排除一些困难，可是当同学来帮你的时候，就会觉得这个班很团结，然后会让你觉得可以跟这些同学一起学习这种活动很开心。在彭顺读书的阿姨家做得当手术，不过在汹涌的操控彭顺的时节，佮紧张都唔记得温味的，头那冲到膀胱，舌头开到又红又肿，还规身的肿了了。教练托荷包顺头，记得我搞记，我头那昂睇得记，还是做唔到荷包顺头。船有一个横杆，它比较低，所以换位置的时候常常被打到头，被横杆打到头，所以就觉得很有点。挫折，然后觉得很痛苦。可是当后来就是渐渐学习到一些技巧，然后换位置的时候变得比较流畅的时候，就会觉得，好像没有白学习这件事情。因为浮动码头跟船之间会晃动，对不对？那请我们六年二班的同学提醒六年一班同学要怎么上来会最安全？
队长开始挖井水，到一下做得石头太厚度，一只训练过程看得到十年的成长。广用国小当年做安排完微做训练，去到太平湾，一代表黑比爱好行较高级，要做难度行较高的水域。一群青年呢，做得到无缺氧水流，在风力变化当中，训练用的操控膨胀。不过平常托水流卡分的爱好观呢，检测遇到风力卡太太厚度，有时唔适宜就会变酸呢。就开放的时间啊，哈，小朋友甚至就有安尼。就去真是出镜吼，讲安尼，甚至安尼有放安尼放下来嗰种情况吼，啊，全部小朋友出去，安尼全班就围过去吼，围过去就安尼有得会拿卫生纸笔出啊，出眼泪啊，出安尼身体红的湿湿哒哒到位嘅，安尼唔滴下个泪水啊、海水啊吼。那小孩子在学习的过程里面，随着他们的技巧的纯熟，他们会渐渐的。对于比较平稳的水域，他们感到缺乏挑战性，所以每一年呢，我们都会安排两次的境外，就是异地训练。对于群组毕业生人来讲，爱好增加无马挑战性，尤其是王子年，佢会喺碰上嘅未来一定占得先数。对五年前开始，佢就得到国内各种碰上比赛国手组的冠军。佢爸爸系盐场国中的碰上教练，对阿子年寒舍就带定佢许多爱好。小时候也是很怕水，然后到后来是爸爸把我那个就是去溪子湾玩水，然后他就先开大船照出去玩过之后，然后就开始有了兴趣，然后也渐渐开始不会怕水。因为他是受到地形地物的影响，所以说他的风向这边小孩子可能脚在爱河练可以练得起来的小孩子，他可能对风的感觉会不错啦。人生有当多的风浪，单单都要自己的面对，跌倒的再个起行起来，用的面对，用的积极的智慧，也得到成人的碰撞课程训练地度就看得到的。我记得有访视委员到学校来问小朋友，问小朋友说，在帆船的学习过程中，你觉得收获最大的是什么？他用两个字，就把他内心的情境都表现出来了。他说的两个字就是勇气。透过勇气，小朋友学习到如何克服逆境。看到人阿得生人安尼，安息也出，真是出安尼。看到人一撒出安尼，室内一个船的出去哈，过安尼鼓来，可以互相打气鼓励，甚至出安尼一起欢笑哈，恐吓叫，恐吓闹，真是做父母的会当蛮感动。送上的许多水道都快快乐乐而出发，一台风浪也训练得出勇气老胆硬。广用国小的彭顺科，爱教四年的系，他也面对无人地带的未来，天初记得，这样是一三年很勇勇敢地面对台风太浪的挑战，一三年都安尼做，做错的。